你若买就起来，用我切海啦。
这是我亲眼亲见，你不要问的。你本来你只要喊个三百几块，哎，像我三百加三百，我这。卖六百五百三百，这样我拢未见嘛？只不过你无啊，三百块上面去啦。我的。二一五六块，二一五，两百五就好了。瞬间记得没有？你说。你有哪么在念多哦？春节啊，这无上啊。对啊，无变。那你这就差钱，你用我好了，好了，接你。来，你也可以抢到啊！我给你回来啊，回来上，你在哪边了？认真记得把自己大机给点红线，然后你把我的机只大机无过来咯，都无过咯。认真记得吧，一机百百百，两机三啦，三机四机五机，你先给钱的先啊！你今日交好钱啊，三百了。三百，三百。再来要吃这个大机，给你只大机，都无过头，三百块。三百块要吃无？三百。这机够上面，这机够下面，这机够三百块要吃鸡腿无？谢谢。好，过来，你们坐上，你讲我冇咩用过。是不？坐一招，我冇咩用。好，我见你了，接啦，直接打就行。我咩问题？你去处理，我咩问题？那个那个冲刷怎么接嘛？冲刷怎么接？尽力。行了行了，张辉啊，我那个回来，你好啊，你好。我进个北门先哦。你几张啊？大人，你贸易啊？啊。这朋友卖去了，张辉要全部钱啊嘛。你话你讲话，你这人给我来忙的，今年先别回来，咱全部帮你忙回来嘛，帮忙。你有法度哦，全部用摸哦，这台车摸过。你买了啥物？你一块两百五，这两百五吧，这还剩三百。阿爸来啊，阿爸来啊。哎，这块我们三百，你准备怎整啊？对了，买一杯，买一杯水，我杯金。等嘞。可以了。这早晚落雨，这人哈也是出困难了。老吴啊，哦，是。莫会，啥莫会啊？会，莫皮啊？会，这下死了，你看要处理的，莫个，莫个，想我啊？我机也关关啊，妈呀，莫个关关，机也关关啊，是嘛？到点关啊。你也包过来。哎呦，那个动态是吧？这几位我操！系啊，先差啊，几位拢无见啊。四位，怎啊？你先买了四位，你一块五十块，你又买着退钱啊？真正，我买了回来，你管闹会闹？来几块钱啊？几块钱？来买四位。嗯，对。你车已经买买啊，一块五十嘛，你又买着真正开动的啦。我买未。你买未啊？啊，买啊买啊，咱们从村里拢买啊。这啊，哦。这四位你要几位？这边要几个大包进来吧，你看那边有无？哎，有啦，我有三万，我三千块三万，我当然无三万。大哥，你敢有买满三千块？哎，有机会，你有买满三千，你可以给对上你啊。啊？有他婆婆来一万，啊，好紧啊，好紧啊，三万，你看做哪事？做哪事的？
一大哦，你开始也算不丢的。你别去，你别去。来挂几个油条，挂完就下保温箱。哦，好，上完一个。我这里唔差啦，唔差。那第三波放完的，啊，集中做进行清理的地方处理。请集中安全防清理，炸药直接放出来。请集中，该留人的留。你干咩嘛？哦，我问你怎搞的，搞的就是。站住！赶紧来啊！我问你，我一台我的机，一台我的机，你一台都无去拿钱，钱去后边咯，去后边。后边下了，该我叫赶紧，后边遐会上嘞。该你遐边遐一个叫的，遐边遐车通无。遐会遐车遐边啊，放旁边一点。的话呢，就多带几个人来。像今天就有台中的客人带了二十几个人来，一次就买走了十箱。所以大家如果想多买几份，就多带几个人来。那如果是一个人的话，就是限定五盒哦。然后啊，我们现场的活动还不只是这样而已哦。消费买满3000元，老板再加赠一只阿红丝油鸡腿，用土鸡腿去制作的，然后再配上特制葱油。然后啊，不是只有现场才有福利哦，我们电商官网的部分也是会有活动的。就是啊，6月22号到7月2号，端午好礼五重送，消费不限金额，即赠全程萝卜糕一包。然后消费金额满1000就送嫩煎鸡腿排一只，满2000就送日本青干鱼头一包，满3000就送全程麻油鸡一包，消费买满3500就直接免运，再加赠干贝扇贝肉一包。重点来咯，以上通通都是可以累赠的，意思就是说你买了3500就直接拿了5样好礼，又直接免运哦。端午节大优惠，大家一定不能错过哦。OK， 盛明，我们后天见。